Hello, OK, 我到了四川的都江堰 还有我从来没有挖耳过，我觉得我应该体验一下。 OK, 结果怎么样呢？ 你头发有没？四川特色吗？中国四川的特色，2000年的历史啊！玉米的那俩也有没？哟！谢谢。OK，我的耳朵有这么多东西啊！哈哈哈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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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哈
啊。喝咖啡。对对，不脱完还没照感冒。这个没有感冒，没有爬照感冒，怕不怕？不怕不怕。这个是锁骨穴位。你找了相好的朋友没有？有没有男朋友？找了相好的朋友没有了？没有。找一个，咱们中国找个帅子。可以帮我找一个吗？找个帅哥。在我们中间人找一个帅子，帅哥们。哦。找个帅哥。太好了。真有意思。